Hello， 乖妹妹到饭点了，今天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去之前先买杯奶茶。到地方了，就是这家炸串店，我经常来吃。进来了，咱们先找个座位，先拿上咱的大金盆，种类超级多。先来两根最爱的淀粉肠，好久没吃的五花肉，再来个大鸡排，差点忘了骨肉相连，来两串，每次必点的鸡翅，最后必须给奎哥来点韭菜。选好了，结账。炸串好了，一共花了40。炸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先来个骨肉相连。特别辣，五花肉，一点不腻。胖那个是吧？咬定了。最后再来杯阿水。